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六月维修工。今天中午头的，还是清洗一个客户的太阳能。提前与客户沟通好，让客户用纸箱把真空管全部盖住。今天上午几乎没有晒多长时间，里边的温度不是过高。现在的一面玻璃管拆完，大家看一下咱桶内的水锈，这里边你看看多多，全都是跟白灰面一样。现在我得拿起跟咱这个真空玻璃管往外坑一下里边的这个水锈啊，让大家看一下这里边有多些。它的一个由于今年春天还没有上水，都变成干的了，都是水这个白灰面水锈，全是。最少在这一个真空管的占据一扎的距离，坑出来了大约有一管吧。现在咱已经开始清洗桶内的水锈。这个太阳能热水器，这个桶内啊水锈非常的多，在桶里占据了得有四分之一的空间。第一次冲水，你看这个沟了吧，里边淌出来了很多白色的液体，这是全部都是水垢的混合物。这个水的杂质我们在那块儿水质特别的硬。由于是中午头的，得需要抓紧时间去干。我现在是安完玻璃管，又给大家拍的。刚才那一阵没给大家拍，温度特别的高。其他地方都弄完以后，再给他检查检查上水管有没有问题，看看管子老化严重不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现在已经上着水呢，太阳能加满水，咱这个活也就可以了。今天都给大家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